这个明天的吧，明天咱训练训练，好久好久没训练，训练他们必须得一个进笼子，一个在笼里待着才能训，要不呢这俩它有捣乱的。小老大还是那么漂亮啊，有捣乱的。等等，明天看看，两个一起来，两个一起来的话，没那么训过呀。要那么训过的话，这个就之前要持续那么训一下，就能适应了。但是现在不行，现在他会捣乱，因为你训练手里就算吃的，现在都烂到地里了，动不了。像我们这想买菜的买不到，好不容易运来点儿呢，物价就特别贵。因为想想人家就是运菜的人也挺难啊，经过一道一道关卡，一个省和省之间，咱别说省和省之间呢，现在市和市之间，咱别说市和市之间，就市里的区和区之间，都得要什么？就是都得要这个填表、登记、报备。说现在得有多难？像这个就是说，这个属于什么？就是有东西运不进来，产地运不出去，供需就脱节，就导致的菜价飞涨。其实不是真缺，就是运输太麻烦。你像区与区之间，你在一个城市当中，这个区上那个区来，你要什么呀？申请、填表、报备、批准之后才能来，是不是？这是不是有点严啊？说别墅运菜的到我们附近，那个运菜的，那运菜说可严了是吧？你这样不累吗？你俩啊？看看啊，战争一触即发。看他俩，这个日子怎么过呀？圆梦最棒是吧？哎呀，等的时间太长了，小老大他不扑了。正常的时候，杰克一出来，小老大腾就上去。腾就上去。看看，谁失败，谁没失败，没打起来啊！偃旗息鼓了。偃旗息鼓了，没有打起来。今天早点下播，下播好吃饭。一个，谁抢了算谁的啊！我过去啊，遥控指挥一下啊，不好了，坐吧，爸爸坐下，坐下，坐好爸爸来，坐下，别动啊，小花上中间，爸爸坐好，别动，准备，不许动啊，小花坐下来，坐下，小花坐下，小花，妈妈别动，坐下。小花，坐下，跟你说话了，坐下，不许动啊！一，不许动啊！2.5，3。妈呀，二宝，你是真笨啊！这怎么就万万一个？哎呀，我万万一下干了俩啊！阿宝，你行不行了呀？啊，上去就掉底下去了。妈妈一个没捞着啊，有一个，我把阿宝那个捞出来啊，拿个条子给他扣一下。阿宝，你去了。阿宝，妈妈把门关上来，妈妈来关门。
行，没人搭理我，自己关吧。吴炳哪去了？吴炳回家了，铁子啊。